拍摄现场啊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原创设计师的羽绒服啊，和江南布衣呢是同风格的。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版型啊，以及它这个款式呢，都非常的好看啊。版型是很大啊，款式的话呢，是这种比较年轻、时尚而且潮流哈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款式，整体的色系呢都是非常的素雅哈。像这里浅杏色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拼接这种羊羔毛哈，款式啊非常时尚啊，潮流。版型的话呢也非常大，可以看到这牌子叫Top Lady 啊， Top Lady 非常潮的一个名字啊，包括它名字都非常潮啊。像这种版型啊，都是这种原创设计师的一个风格哈。它整体的款式呢都非常大，都是含这种国标90白鸭绒哈，质量非常的好，价格非常的劲爆啊，非常劲爆。像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，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这个销售经理啊，会给到您一个非常劲爆的价格啊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吊牌，好吧，这也是一个厂家出厂的这个吊牌哈。像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国标90白鸭绒哈，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厂家这个原厂吊牌哈，对吧？它里面都是有含这个白鸭绒一个检测的这个小一个小指标，好吧。像这个款式可以看到非常大大气，它整体的色系啊都非常好看了，非常素雅。像这个款式你可以看到都是带这种潮流时尚，跟我们那个上海大牌啊那种款式呢是非常相似的哈。江南布衣我相信很多客户都有做过，它这个牌子呢跟我们江南布衣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以看到了解到，而且它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劲爆啊，对吧？很个性啊，很潮流，而且版型非常的大，版型非常大，小码的话能穿到130-140斤啊左右，好吧。版型这一块大家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，每一个款式都精品。像这种长款啊就非常的大气啊，非常休闲大气，短款的话呢就非常潮流时尚啊。而且它这种拼接这个羊羔毛的款式啊也非常的好看啊，时尚大气。像这里拼接一个针织的这种款式啊，很经典啊，耐看。像这种浅蓝色系啊是很流行的一个色系啊，就是说每一个客户啊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色系，包括我们男孩子都很喜欢哈。像这款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对吧，这个款式跟我们刚刚那件是同款，它整体的话呢非常大气啊，很大很高端啊，很高端的一个货。像这个也是上下拼接哈，上下拼接这个呢子大衣这种羊毛的，非常大气。像它这个呢非常保暖啊，非常保暖。这个数量不多啊，真的数量不多，而且像看上这种货品，说实话啊，今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劲爆，拿到是肯定是赚到，好吧。它每一个款式呢都非常有这个设计感啊。它版型也非常大啊，南北皆宜的一个版型，烫手皆宜啊。它这种款式都是拼接这种呢子啊，这种面料哈，都非常的潮流时尚啊。年龄段的话呢，在20穿到45岁啊。像这些大长款，哇，真的好大哈，好大，版型非常的大。
像这类色系的话呢，是比较看过去很环保、很时尚啊。像这种连帽款的大长款都可以看到很多啊，很多，非常的好看，时尚啊。三标齐全的货啊，Top Lady， 非常洋气的一个名字。啊，像这种拼接啊，撞色拼接的款式都非常时尚的哈，很大牌啊，上身效果的话都非常有气质啊。对吧，这种短款的话真的很时尚，很百搭啊。它这种是绝对不会跑绒的哈，它这种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吸水标啊，国标90白鸭绒，质量是非常好的一盘货啊。像这个浅灰色的话呢啊，也是非常大气的哈。它里面这种色系整体呢就涵盖这种一个素雅高贵哈，这里色系。非常好的一盘货品啊。常看到这，相信很多小主啊都有看到过它里面的款型啊，还有它这个版型呢都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这个价格的话呢，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销售经理啊，绝对会给到您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价格。而且它这个版型是真的好大啊，小码能穿到130-140斤哈、啊，基本都能穿到。因为它这种休闲啊，休闲风的一个版型的话呢，它整体都偏大了哈，休闲潮流时尚。再看一下后面这一件啊，像这个呢，我们是给它搭配了一件啊，所以说非常百搭啊，很时尚。它这类黑色系啊，都非常经典啊，这种版型款式啊，像这个蝙蝠袖的这种设计啊，可以看到啊，非常大气啊，潮流。个性那、啊、它这种款型都是拼接这种呢子啊羊毛，这种款式的话都非常时尚。我们后面再看一下它这个模特身上这两件啊，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搭配的哈，非常的潮流个性，年轻时尚啊。好，这个盘货的话呢，所有款式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啊，大家再回顾一下，感谢大家。